我们吃完贝吃烧肉，看到账单请不下去。我跟朋友约去吃烧肉，去买单的时候，我看到账单我吓一跳。你那个什么90块的，我是20000块。啊！后来那个老板跟我讲，所有的进口的牛肉的都涨了20%。嗯，我原本说要请这一托，嗯，然后最后看一下账单说。还是大家 share， 一人拿2000。今晚8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